Hello，Hello，朋友们，今天想来画一个那种清冷的秸秆上镜妆容。先拿这种肉色眼的遮瑕，把我们的黑眼圈处理一下。我最近的熬夜实在是有一点点夸张的。用这种坚实一点的粉扑给它原地拍开。你的妆要让它变成那种光泽感、高级感的，就用一个养肤型的粉底液，然后再擦一点这种高光液，一丢丢就好，再把它们这样混合在一起。这个底妆出的就是这种超级好看又高级的光泽，不是那种油光满面，清冷高级感的，就是要这种果相妆容。鼻子上方这样先画一个 V， 然后再竖着画两道。鼻子的这个勾勾的位置，给它往后这样晕一下，双 C 的地方画出来一个小 C 弧，竖着这样连接到将近眉尾的位置，然后再用侧边的这个余粉往前带一带。啊，提亮这步给忘记了，能不要修了？你们先提亮，再修一。一样还是主要放到我们内轮廓的位置，然后很重要的眉心三角区弄好之后，不要忘记定妆喷雾。用散粉把这个沟沟壑壑的地方给它定住就好，脸颊的这些反光的位置就不定态了。眉毛，因为我昨天刚去补的色，现在画不了。先你用这一盘，先用一个这种杏杏的打底色，上下眼皮都大面积的给它铺色好。下面的这个位置可以多往下，就是稍微晕一点，然后再用这个先涂在我们的眼尾，然后再往眼中轻轻的给它带一下，都晕在我们的双眼皮内侧。横向的画好之后，可以再把刷子这样竖起来，往我们的眉尾的地方稍稍带一下，再加深一点轮廓感，再用这个红棕色在手上这样晕一下，浅浅的拉一丢丢在我们的眼头，眼尾的小尖尖就用这个深色画。卧蚕就比较日常一样画那种很宽的，我们就贴着自己原生的这个卧蚕线，然后画一条细细的，就是这种细致一点的卧蚕，再用这个哑光笔给它修整一下。还有我们的眼头部分，我们再找一个银白的，轻轻的拿一丢丢，最后再来点亮片，再加点那种亮闪闪的清冷感，把睫毛加起来，画一个内眼线。然后再加深一丢丢修容吧。最近熬夜这个脸主力，然后用一块这种稍微有一点点收缩感的橘色调的彩虹，先用浅的这部分把眼周的地方带一带，深的这边贴着修容的地方加深一点点，最后再用高光整理一下面部，珠光高光点在鼻尖。口红挑一支超好看的这种裸陶土色，好解感的有没有？这口红一涂，整个那个清冷洁感就来啦。好看，好看。最后这么热的天，咱们再封一层。好了，妆容就完成了，我去搞搞头发。